嗱，我自己咁啊，個人估計啦，咁我台灣嗰邊我唔係好叻嘅啫，咁啊，譬如上屆我話蔡英文咁啊，贏100萬以上、105萬票以上都唔出奇，但結果人哋係贏260幾萬票，雖然其他好多都估咁啊會贏蔡英文，但係會險勝，即係贏少少25至30萬、50萬票佢以內嘅個差距，咁啊結果人哋贏260幾萬、810幾萬票。咁啊，對韓國瑜550佢幾萬票。嗱，我自己估啦嚇，咁啊，民進黨咁啊，即係我會計埋，可能即係今次個投票數又會多啲啦，600幾萬咯嚇，可能即係咁啊，你問我615萬至665萬到啦嚇，即係可能會跌少少啦，即係跌100零萬啊。國民黨咁啊又。O.P. 嚟咁啊，可能佢要跌啲咧，咁啊450至500萬，咁啊佢又吸收到有啲藍綠，咁啊有一啲咁啊新出嚟投咧，啲你知後生好多投綠人同埋投啊 O.P. 對嗰邊網信，佢又係啊嘛，咁啊我估 O.P. 都有350至400萬都唔出奇嘅，咁啊當然呢個即係要觀察啦，咪都係第一次咁啊 O.P. 係咁嘅情況，咁啊我對個估計咁啊信心唔大，純粹俾大家參考下啫啊。